在我这里，你可以释放任何的情绪。我觉得我的人生要崩塌，我感觉我得了绝症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，让他们这么讨厌我？没有人能帮我，我有什么反抗不了吗？妈妈，其实这样我都是为了你好，我恨他们，我也恨我自己。你没有犯任何的错，你没有任何问题，请你不要否定你自己。 是被人需要的。你帮我妈妈打败黑暗怪兽，我只是站在门口帮你妈妈打出一道光，阳光进来了，爱你的人也进来了。